大家好，龙年转运每日一卦。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新的，这个意大利语叫做 Dulista Belle Simple， 翻译过来就是说让你成为永久的旅行者。因为它这个奖金设置的比较有意思，如果你中了头等奖，它就是说给你一次性30万，然后每个月给你6000，20年，最后再一次性给你10万。这种刮刮卡有两种玩法，相当于是两次机会。第一个呢就是对数字，跟之前的玩法一样。然后接下来是下面有那个拖鞋的那个是刮开，如果在里面找到两次相同数额的奖金，你就中奖了。我们先看看第一种，中奖号码是25、23、43、39、38。38是特别号码，如果刮出来的话，奖金乘以10倍。目前刮出的37、24、29、31、26、36、32、15、41、22、35，一个也没中。这个标志就是中特等奖的标志，但是要同时刮出两个，可惜只有一个。16、34也没有，28也没有。来看一下这个第二次玩法，100、5万、200、500、5块，没有。好了，这张又报废了，拜拜，明天见。